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16页，816页，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下云：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这两句经文会疏解释说，专求是誓愿啊，发的宏誓愿，一心想求成佛啊，成佛之后想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也有阿弥陀佛这样的极乐世界戒引，成就一切众生。如48愿啊，像阿弥陀佛一样发48大愿。如是刹呢，是指极乐世界，劝希求也啊，必成如是刹，这是阿弥陀佛说的啊，劝大家到极乐世界作佛，将来的国土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净严书说这也是一偈，一首偈是举笔之愿，偈必得土，即是受其啊，他们呢一定会成就啊，也就是说发愿求生净土啊，一定能往生，一定呢能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到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的，有无量寿啊，极乐世界样样美好，没有缺陷啊，要劝我们求往生啊，将来在那边成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那么通达法性一切空无，这个是智慧啊，前面有说觉一切如梦幻的啊，经文里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象，我们学过了啊，这些呢是属于是地支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第五页啊，有
是的，最后一条，对真谛之称，啊，是谛跟真谛是佛门的术语，是是世间，是世俗，啊，谛的意思就是事实，也是我们一般讲道理。啊，世间的事实，世间人所知道的道理，都叫做是谛，也叫做俗谛、世俗谛，啊，佛俗谛等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啊，《涅盘经》上说，如世人所知者。第一谛，世间人所知名是谛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的反面呢是真谛。真谛不是世间人所知的。接着下面有二智，二智就是真智跟素智，根本真智是根本智，善财童子于文殊会上开悟的，我们一般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智。啊，素智是后得智。善财五十三参所成就的是素智。真智是照料真谛理性的智慧，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，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，在经教上开悟了。这一悟之后啊，一切教一切理自然通达，这是真智慧啊！有真智慧之后，当然就有后得智啊。后得智是什么？是无所不知。学佛就是学开智慧，能开得了吗？能。为什么能？因为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只是你现在呀，有障碍，把你的智慧障碍住了。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什么东西障碍呢？障碍东西太多了。佛把它分为三大类，叫三大类的烦恼，这就是障碍。啊，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，这是根本的烦恼，所有烦恼从这来的。无明，无明什么意思？本来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通通明了，现在不明了，叫无明。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学，自然就通达，这是本能。啊，佛不是专利，不是说他有别人没有，不是的，佛说一切众生
个个都有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只是佛呢，没有障碍了，我们有障碍。现在佛告诉我们，什么是障碍？只要我们把障碍放下，就成佛了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才叫真正事实真相，叫诸法实相。我们现在把整个世界看错了啊，所以叫世俗的，世俗的就是对于真相完全不了解啊，觉了一切法如梦幻想，我们前面费了2个小时说明这桩事啊，世间所有一切法如梦啊，梦是假的，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，醒过来之后了，梦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六道轮回是梦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见思烦恼变出来的。啊，见是我们看法看错了，思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现在所想的、所看的全是错误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像做梦一样。如果你真的要晓得事实真相，你对于眼前一切法，你不会放在心上。若无其事，一切随缘，欢欢喜喜。那为什么？它是一场梦，绝不是真的。啊，幻，幻是变魔术，也是假的。啊，想是回音，在山谷里头，我们长啸一声，回音过来了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佛法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是佛法，为什么？佛法因缘生，因为有世间法，跟世间法相对的说一个佛法，世间法是假的，佛法也不能存在啊，所以佛法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多好啊！如法喻者，啊，佛用这个比喻好啊。故何？啊，古时候用法，法是什么？竹子编的，或者是木材编的，变成一个法，用这个过渡。啊，过了河之后，不要它了。那么佛法教我们，帮助我们开悟，真正开悟了就不要了。啊，开悟了你还要它的话，又迷了。啊，等于过了河之后，你不肯上岸，你还蹲在啊这个法末法里面，就错了。你应该上岸的。所以佛法是个工具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醒过来，从梦中醒过来，啊，阿罗汉醒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啊，十法界的佛醒了，
四圣法界不见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四圣六法通通是梦幻相啊！你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所知，是所知啊！了解真谛，那就是真知，真知是见性的，见到本性，本性是什么样子？慧能大师见性了。真的不是假的，他把见性的样子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他说了五句话。第一句，本次清净。啊，自信是真心的，是真正的自己，本来清净。有没有染污？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在人道，在畜生道，在恶鬼道，在地狱道，都没染污。啊，真心不受染污。染污的是，染污是妄心。啊，佛法真妄有个很简单的定义。真的没有生灭是真的。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心是假的。你看，心是念头啊，前念念头灭了，后念生了。啊，生灭不住，它不停止，所以这假的妄心，妄心有染污。啊，我们最容易染污的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。啊，看到好东西，心里想要，想据为己有，这就被染污了。啊，如果知道事实真相，看到好东西不动心，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如如不动，这个人就有智慧了。那被染污呢？被染污，他就有烦恼。啊，他想得到，得到之后还烦恼，怕丢掉，叫患得患失。啊，所以比不上真正有智慧的人。真正有智慧人见到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他一概不放在心上，他不想占有。心地清净。用心不一样啊，我们用的是染污意，把它当作心。啊，真心呢？真心有，从来没有用过。啊，用真心，实际上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，都用过真心。什么时候你用真心呢？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啊，从出生到一百天，决定是用真心。这一百天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分别，你没有执着，啊，你还不会认这是你妈妈，那是你爸爸，不认，不认识，没有这个念头，啊。见到什么人逗你玩，你都欢喜，你都不拒绝，啊，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快乐无比啊！什么时候认识哪个是妈妈，哪个是爸爸，你被污染了？为什么呢？你有分别，有执着了。分别执着是烦恼啊，他开始有烦恼了。他不认识的时候，他没有烦恼啊。那叫天真呢、啊，啊，那个天真孩子里头，对于一切法、一切人事物都是善，
啊，那是真善。啊，他知道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。佛知道啊，中国老祖宗圣人知道。啊，知道他们会起个念头，如何能把这个真心叫它保持永远不变？这就升起教育的念头了。这教育念头怎么起来的？就从这起来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前面八句话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个本善是真善，那个本善不是善恶的善。啊，善恶的善是有分别有执着，那个善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那叫善，纯善。啊，人性本善的。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心，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的心是相同的，是一样的，所以叫相近。啊，是什么把我们的心拉远了呢？习什么？习惯。啊，中国古人讲的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。你要跟好人在一起，你学好了；你跟坏人在一起，学坏了。啊，这就是习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教育的智慧、教育的理念，是世界上没得比的。哪个国家做起来的时候，也不能跟中国比。啊，中国人懂得要把这个孩子的本性。啊，当然他慢慢长大，他会染污。如何让他染污减低到最轻的程度？啊，不染污是不可能的，染污到最轻不能严重。要保护者，那么这个是根本，就是三年，一千天，啊，从出生到三岁，这个三岁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因为他慢慢的接触外面，他被染污，啊，这三岁呢，他所见的。所听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完全是正面的，啊，不能有负面的给他看到，就是他要看到善的，恶的不能让他看到，恶的看到他染了恶了，那就不善了，啊，所以让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伦理，看见道德，看见因果，让他看这个东西。啊，让他接触到圣贤的教诲。啊，这一千天重要，这一千天谁教他呢？母亲。啊，父亲要出外工作，母亲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，要把孩子看好。啊，这扎根教育。啊，教他看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。啊，这小孩不懂啊，父母要把《弟子规》做到，在家里表演。啊，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通通做出来，小孩天天看。啊，看到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，
看到一家人全是这样的，看了1000天，根深蒂固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3岁看80，意思就是3岁养成这个习性的，80岁不会变，一生都不会改变。所以父母在家里表演的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均是上下。夫妇有别，各有各的工作，各有各的任务。妇女的任务，母亲的任务比父亲的任务更重。父亲只管赚钱养家，这是他的工作。教小孩，下一代有没有人才出来，在母亲。母亲也教好了，他家里会出圣人，会出贤人。所以母亲比父亲重要啊。在佛门里面有十方的供养，十方供养的，供养出家人养道啊。但是这个钱谁可以用呢？母亲可以用。出家人钱可以供养母亲，不能供养父亲。父亲没这么大的福报。母亲的恩比父亲的恩重。小孩有没有成就，全靠母亲。对，一个负责任的母亲，在小孩面前一定要表演孝亲、尊师，就是说《弟子规》里字字句句，他做到了，让小孩看见。小孩小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他睁开眼睛会看，他的耳朵会听。他已经在学习了。把伦常做到，孝悌忠信做到，礼义廉耻做到，仁爱和平做到。1000天就养这些东西，全靠母亲做示范。早晨起来，母亲伺候他的爸爸妈妈，就是孩子的祖父母，看他怎么伺候，小孩就学会了，就会孝顺。中国人的教育智慧理念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了解事实真相上来的，从觉来的，不是从迷来的。5、6岁上学了，老师要像母亲一样做出榜样给学生看，然后教学生，学生相信啊，学生看老师也是这么做，回家去父母也是这么做，他就没有疑惑了，他就是很认真去学习。那么这个老师最重要是教他扎伦理道德因果的根。中国的小学是干这个。那附带呢？附带学文字，学识字，小孩学识字，聪明的小孩3、4岁就可以开始教他认识字，学汉字，汉字要教说文，
啊，要教小孩的时候，先教象形，啊，山，你看，画一个山，哎，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让他有概念。啊，水字用篆字写的话，就像画流水一样，哎，从这些地方教。啊，那么教到，五六岁的时候，啊，六岁可以六七岁上学了，他就认了不少字了。啊，四书老师教他背书，啊，教句读，教背书，啊，不教讲解，他智慧没开，不教讲，只是背。所以现在人反对这种教学法，小孩什么都不懂，你叫他念古书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实际上。我们现在人不懂得古人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看错了。古人这种方法叫他背念书，一遍一遍的念，啊，念上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，叫做什么念法？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叫他不胡思乱想。不是叫他背书，背是附带的。啊，小孩要不叫他头脑集中，想一桩事情，他也会打妄想。啊，打妄想可就麻烦了。现在小孩难教啊，为什么他的妄想太多啊？两三岁就妄想就不得了了。从哪里？从看电视来。电视教他，啊，网络教他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啊，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，这是严重污染，没有。啊，所以小孩看不到这些东西，头脑非常单纯。啊，这些古书变数念多了，自然也会背。啊，到将来长大了，智慧开的时候，自然就懂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他开悟啊。啊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开悟了，渐渐开悟了。啊，老师教学，那叫。太学里面的老师跟学生在一起讨论经义，研究经义，啊，个人的心得报告出来，啊，大家互相来交流，啊，分享，啊，大学教书是这样教法的，不用书本，为什么？书本每个人都会背。都背得很熟，古书它有规矩，一页十行，一行20字，没有标点符号，不分段落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地方印的书，统统一样，告诉你第几页第几行什么字，大家都知道。统一的，全国统一啊！啊，世世代代统一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每一家排的版不一样。那你问第几行几个字，没有人晓得，这不一样吗？所以你说中国，这也是一种科学啊！啊，世世代代的书没有改变，说第几页第几行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啊，所以中国教育跟佛陀教育理念完全相同，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中国的儒跟道也如是。啊，
着重在读诵，不着重讲解。啊，你念到1000遍、2000遍之后再讲解。为什么？你有你的悟处出来了，悟有前身，啊，悟也有正邪。啊，当然正的多，邪的少。如果按部就班，由浅而深，不会有邪知邪见。啊，就怕的是好高骛远，啊，劣等容易啊走偏差走邪路。啊，这要老师知道。啊，所以中国教学目的是教他开悟，帮助他开悟。开悟一定先得定，他心要定不下来，不会开悟。啊，所以古人虽然是小孩，你看他一举一动，像小大人一样，规规矩矩。啊，绝对没有像西方小孩那么活泼。啊，没有那种情形。啊，西方小孩心浮气躁。啊，中国小孩稳定、端正、大方。啊，懂得礼节，懂得规矩，一举一动他都不会乱来。那叫什么？戒律、规矩，应戒得定，所以他心是定。因定开慧，心是定的，起作用是开智慧。啊，心里面是很杂很乱，它起作用是烦恼，它起贪嗔痴慢，它起自私自利。啊，他的念头都为自己，他没为别人。这不一样啊！啊，《佛性论》里面也有说，般若有两种，一个是无分别的真知，一个是有分别的所知。啊，真知是自度，所知是教化众生。是度别人啊，所以世俗智慧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就不能教人啊。真知要是没有呢，真知是不着相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自度。啊，大乘教里面佛教授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眼见色而闻声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这个人是阿罗汉。没有分别，这个人是菩萨。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人是佛。讲的多简单，多清楚。啊，我们见色闻声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。起心动念是菩萨。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了，起心动念是菩萨。啊，分别执着呢是小乘。啊，这个分别没有执着是小乘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有六道凡夫。修行在哪里修啊？真正修行呢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处修。
啊，看得清楚是智慧，听得清楚是智慧，如如不动是禅定。有定有慧呀，是佛菩萨了。不能有妄想啊，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是凡夫啊。千经万论，通通都是这个说法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前面讲的，具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象，这是实地指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通达发现的啊，觉了一切法，这是前面说的啊，这个地方所讲的专求净佛土，变成如是刹，这一句话是阿弥陀佛说的啊。那么这个通达诸法性，此通法性，就是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这是真谛之啊，这是自己真如境界。那么专求净土啊，这是许愿。为什么呢？要度众生。我成佛，我成菩萨，不是为自己。我是因为要度众生才成佛，我是因为要度众生才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为自己是自私自利呀。为众生大公无私，比为自己还要认真，还要努力啊！自己得失无所谓呀，如何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个事情是大事啊，这不是小事。所以菩萨都是这样发愿啊！阿弥陀佛告诉他：“彼尘是刹啊！”这是给他们受记，给他们加持。你们发愿，将来一定会满愿，一定会成就啊！下面说，盖为由于智愿受记得净国土也啊，菩萨有智，菩萨有愿，有智是看破，有愿是放下，放下自利，利益众生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谚语所谓放得下提得起，要把自利放下，要把利他提起，这叫菩萨。又往昔所谓二智，俗谛真谛，这叫二智。二谛虽殊啊，性空实通。真谛是讲性，俗谛是讲事，是讲现象。啊，离跟事都是不可得啊！性体不是物质现象，
我们五根缘不到。啊，眼缘的是色，耳闻的是声，鼻嗅的是香，舌尝的是味，身接触的是触，啊，都必须要有物质现象才能缘到。那么自性不是物质现象，不但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。啊，精神像念头，我们第六意识、第七识会想，想前、想后、想过去、想未来。啊，性体没有这个现象，不但没有心理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，所以说它是空。啊，它没有现象，说它是空，但是不能讲它是无，它有，它存在。啊，所以存在，我们看不见，摸不到，也想不到。它能生万法，啊，譬如我们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见到了，阿弥陀佛现象给我看，啊，这就是自性的，它起用，遇到缘它就现象。慧能大师说的好啊，能生万法，啊，虽然空无所有啊，它能生万法，所以自性不可得。啊，万法呢？万法虽有现象啊，它是生灭法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要说别的，说我们身体，身体不可得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话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科学报告。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情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是细胞组成的。啊，各式各种不同的细胞。啊，有些细胞组成我们皮肤，有些细胞组成我们的骨骼，有些细胞组成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啊，我们的汗毛头发，不同的细胞组成的，啊，这个全身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概有60兆，单位是兆，有60兆个细胞，我们的身体。每一天24小时新陈代谢，老的细胞死了，新的细胞出生代替了，有多少呢？7000亿，每一天就是新的细胞换老的，老的排出去了，从便肺里面跑出去，从汗流汗里面跑出去，新陈代谢。那什么是我呢？每一天要换7000个，7000个老的死了，新的活了。那么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不可得了，我刹那刹那在新陈代谢，哪里是我呢？啊，佛法里面讲，7年是一个周期，
啊，七年呢，我们脑的细胞一个都没有了，全部唤醒。啊，七年是个周期。啊，70年新陈代谢周期14。啊，所以你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有相的东西不可得，有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不可得，万法皆空啊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像我们今天的时候，从经典上，古圣先贤教诲，科学家的报告，我们了解这些状况，我们是解悟，没有证悟。阿罗汉是证悟，啊，别说阿罗汉了，比阿罗汉更低的，出国须陀洹他就证悟。啊，证悟跟解悟不一样，证悟有受用，解悟不太受用。啊，我们是解悟。啊，证悟得受用，他放下了，真放下了。啊，不受他干扰了，不受他影响了，这就是证悟人的受用。慢慢慢慢的，逐渐逐渐，他就见性了。啊，你像出国，许多晚，他放下了。啊，他知道事实真相，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。身见破了，边见破了。边界不执着两边，也就是没有对立了。啊，不执着成见，自以为是，这个念头他没有了。啊，他得两种受用，恢复本能，天眼天耳。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他能看见；我们听不到的声音，他能听到。那他得受用啊！我们科学家发现这些事实真相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是解悟。他没有天眼，他没有天耳。啊，比出国再高一级，二国。啊，二国不但有天眼天耳，有他心虚命这两种神通现象。他心，别人心里想什么，他知道。啊，虚命是知道我过去世。啊，我的前生，再前生。啊，通通知道。啊，到三国可就了不起了，三国有变化，神通变化，三国圣人，阿那含，到远方去旅行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啊，他想到哪里，他就到了哪里，啊，飞行自在。实际上它不是飞行啊，它是变化啊，用简单的来描绘它，它能把身体完全变成一道光，光的速度非常快啊，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它把这个光又变成人，叫化作一道光，他走了啊，立刻就到达啊，真的光绕地球
一秒钟绕七次，所以在地球上任何一点，它立刻就到了。啊，四果阿罗汉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永远脱离六道了。啊，六道的人要念他，想他，求他帮助。他会现身，你跟他有缘，他会现身。这些是真的，真有用处啊！啊，所以那些虽知性空，这正果的人。成就的人，啊，二愿净土，他还发愿度众生，啊，四弘誓愿没忘掉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为什么要度？他跟自己是一体，同一个自性。啊，像我们身体。60兆的细胞，同一个身体，但是60兆的细胞寿命长短不一样，有一些寿命很短，啊，几十个小时，它就灭了，啊，有些3-4个月，有些。3-4年，最长的脑神经细胞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它的寿命大概是150年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佛经上所讲的，人死了8个小时不要动它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为什么脑神经细胞它没死？啊，它要离开了，人才算是真正死掉。啊，那么一般人断气，啊，呼吸停止之后，最好是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。再去动它，比较安全。他真走了。啊，往生的人快，往生的人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里一断气，他就走了，他没有中阴。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堕地狱的没中阴。啊，他一断气，立刻的地狱，叫无间地狱。啊，人升天，天人福报大，人升天的时候也是一断气就升天了。啊，没有中阴。啊，所以愿生净土啊！啊，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到。啊，念念呢，我们都愿生净土。又曰：佛法不作有，不作无，有无也不住。啊，非有非无啊，也不住，不住也不住。彻底放下。要知，不住二边，远离四趣。妙其中道，平等一向，这是大乘啊，心里干净的，做什么有念就做了，根本没有念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什么境界？佛境界。佛的境界是平等一向。
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。我们希望自己证得平等一心。啊，我们修行修什么？这几句话就是我们修行。重要之处啊！啊，不能执着有，也不能执着无，有无都不执着，中道也不执着。啊，世间法不执着，佛法也不执着。话说得容易。谁做到？自古以来最明显做到的慧能大师，慧能之前没看到，慧能之后也没看到。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今天唯一能走得通的，能得到结果的，只有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也就是净土法门。也就是这一部经典，不能离开这部经典的。下面引《金刚经》说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”啊，这是《金刚经》前半段。修一切善法呢，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说的笼统，啊，细说呢，下面还少了一个字：无我相，无人相。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得成阿罗汉。啊，如果是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修一切法，那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是印度话。梵语音译的，可以翻成中国词。为什么不翻？尊重不凡啊！因为这一句话就是成佛，就是佛法修学最终的目的啊！阿翻作无，六道罗翻作上，三翻作正。苗翻作等，下面三是正，后面菩提是觉，所以通通翻成中国字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可以翻而不翻，尊重。啊，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。佛法求什么？就求这。是故十方正思。因为这个缘故啊，啊，来到这里参学的，离共听法的，来这参学的，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法身菩萨，啊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，啊，不是明心见性的，他们到不了极乐世界，他们见不到阿弥陀佛，他们这些人深达
发空，明心见性的啊，深深通达了，一切法皆空啊，不执着啊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个个都是这种境界啊，专求净土。他要不专求净土，他就不来见阿弥陀佛了，他就不会到极乐世界来。啊，他们对于阿弥陀佛非常佩服，非常敬仰，非常羡慕，想学阿弥陀佛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来参学。啊，这就是专求净土，世界远离思想，修一切人，故彼称如是差异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给他授记，你们必定成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刹土。换一句话是，你们将来成佛一定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佛身。又会说曰，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，三空，人空，法空，空也空啊，智无所住。记住，智慧是不着相的，如果有所住，那不叫智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业，造业啊，着就是造业，不着就是智。这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学智慧，从哪里学？从不着相学。不着相，简单说一句，不要把这一些事项放在心上，就叫不着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你上街逛市场，看到那个东西，心里想要，着相了，心里有了，就着相了。啊，如何练的是不着相？所以逛街可以修定了。啊，练功夫啊，练什么？样样都不放在心上，样样都不执着。高等的禅定啊，是在这个地方修，盘腿面壁小定，那不管用的。他要一做的时候，他会动心。啊，只有在像那种热闹场合当中，去逛街的时候如如不动，那真的。华严经上玉香长者，他修定，他是在市场，就是最热闹的街道。啊，他看不着相，听不着相，接触通通不着相。啊，而且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真修行了。啊，知无所住，二能大悲熏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看到众生着相。众生着相就是搞轮回呀，不着相轮回就没有了。阿罗汉不着相，轮回不见了。啊，我们看到阿罗汉
在世间，那是他回来度众生的。啊，他对于一切相决定不执着，他要执着，他就堕落了，他退转了。啊，阿罗汉不退转。所以大悲熏心，他有大慈悲，有大慈悲就怜悯一切做错事情的众生，着相的众生啊，就发愿净土，虽近佛土而常寂静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中断过。啊，为什么？为帮助这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让他们早一天开悟，早一天成佛，是为这。那么阿弥陀佛自己住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自己住常寂光。从来没有动过。啊，所以二常寂静了。他住常寂光了。是则呢，即一法句。这个一法句往生论上说的啊，一法句是什么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是赞叹常寂光净土啊，而二十九种，这二十九种是往生论上说的，为极乐共有二十九种庄严，那么就是二十九种啊，二一法句之一，一法句之一就说的是二十九种，啊，诉说精妙啊，啊，慧素说的太好了。那么这二十九种，我们在前面学过，天亲菩萨做造这个往生论。往生论实际上就是天亲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报告啊，他是怎么修的，怎么成就的啊，极乐世界怎么好啊，他的报告给我们作证啊，净土三经一论，三经是佛劝导我们专修净土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天亲菩萨往生了，他接受了，他往生了啊，他以菩萨身份应化在我们世界啊，将他修学经过在极乐世界所看到的一切向我们汇报啊，这是净宗重要的典籍三经一论啊，一论就是往生论，这里面说二十九种专业啊，分为依报正报啊，依报是环境啊，极乐世界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我们学习的环境啊，总共说了十七种啊，正报说了十二种，正报里面分佛跟菩萨啊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就是阿弥陀佛。
啊，阿弥陀佛说了八种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，他说了四种，总共29种庄严。这29种庄严，它叫做一法具，一法具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随着底下说，该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，夜莫不还归此一法界。这一法界就叫一法具。啊，一法具是圆满具，是最后具。啊，先后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叫圆满具。弥陀小谕，设方正思之。此事慈悲开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。啊，下面的经文，下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的话。啊，赞叹二力无尽，二力是自利利他。啊，那么这第一段这一首偈，自利利他里面的第一叹的首偈，啊，赞叹这些人的阿弥陀佛为他们受偈，请看经文，闻法要受偈。得至清净处，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下为世尊，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，继续对此途会中的开始。经文，文法要受行。在这一句之前，位移还有祝佛告菩萨，令敬安养佛。啊，有这两句，我们这个本子呢，删掉了。啊，因为闻法要受行之人，执设方正思，设方祝福，劝喻其国正思，参礼阿弥陀佛。啊，这里介绍的很清楚，正思是法身大士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见性的菩萨才称为正士，啊，也称为大士。我们中国人称观世音大士，啊，普贤大士、文殊大士，跟这里正士是一个意思。这是大菩萨，设方诸佛劝他们自己国土里面这些法身菩萨，啊，劝他们呢，
要去参学，要去礼拜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？参礼阿弥陀佛得大利益了。把他们的地位向上提升了，是世诸真士啊！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一些大菩萨们尊佛开始，这个佛是十方诸佛啊，遵守啊佛的开始，往以极乐世界啊，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得见的。无量寿佛啊，听无量寿佛讲经说法啊，闻受妙法，听佛说法啊，接受佛的教诲啊，闻后若能信要受行，听到之后能够相信，要是爱好喜欢啊，接受行是真干啊，真正依教奉行啊，依教奉行是个什么样子，下面说一心只求见长，这就是真干，一心无二念。我们今天要真干啊，真干呢要一心啊，一心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佛灭度之后啊，灭度之前，阿难尊者为我们祈请啊，佛在世，佛是我们老师，我们有了困难，有了疑惑，向佛请教啊，佛会告诉我们，那佛要灭度了，不在世了，以后我们有问题怎么办？佛给我们说了四依法，说了四句，第一句就是依法不依人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法是什么？佛所说的经典啊，你依照经典等于依佛一样啊，人说法如果说的法跟经不一样，决定不能依啊，他说的法这经上都有啊，都有这个意思，可以相信啊，老师也不行啊，我年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，有一次就是遇到经典里面深奥这东西我不懂啊，听老师讲，我觉得老师讲的跟他不一样，我怀疑啊，老师所讲的有没有经典做依据啊，没有经典做依据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能相信，老师有查出来给我们看啊，这是正确的啊，如果经典上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能相信，要记住依法不依人啊，第二个呢，依意不依语啊，语言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，意思没有说错，这就对了，要依意啊，不要依语，特别呢给我们现代人看佛经的翻译本啊，你看一部经两个人翻的两个就不一样，我到底译哪个，那佛说得很好，意思对了就行
啊，意思也不对，那个不可以。啊，语言文字没关系。说得好啊。啊，一法不一人，一义不一语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啊，了义是什么呢？了义跟不了义，标准没有一定。我能看得懂，能听得懂，我真正的利益，对我就是了义。我还没搞清楚，我还有怀疑。我不敢这样去做，这对我来讲不了义。所以这一句话是活动的。你要一定依自己的程度，啊，依自己生活环境，不要学得太高了，太深了。啊，适合自己的程度，这个好。啊，了义究竟的是什么呢？是真正了生死出三界。那我在一切经里头，这部经对我合适。我学这部经，我能往生。我学华严，我得不到华严三昧。我学法华，我也不行，也做不了佛。啊，那个经是好的大经，对我来讲不了义，这个对我来讲了义。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我能做得到啊！我真正相信了，我真正发愿了，我真正一心念佛了，走路是一步一句佛号。啊，这叫了义。最后一句叫一智不一识，要以智慧，不能以感情用事。啊，最后的决断要用智慧。绝不会被感情障碍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要以真实智慧啊，感情有很多啊，老师劝你 啊好朋友劝你啊，我在早年，参云法师劝我修净土，李老师劝我修净土，我都没听的。啊，那个时候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，啊，对净土人不认识嘛。啊，我对净土的认识，我跟诸位讲过。讲华严经啊，讲到一半，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，啊，想到文殊普贤，那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两位菩萨，啊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？的话你找啊，找到幕后找到了，在四十华严第39卷，两个人都是发愿求生净土，在阿弥陀佛那里成就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汗毛直竖啊！啊，这样的菩萨。还从极乐世界来的，所以就非常认真仔细把华严经重新再看，看出来了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讲过两遍，囫囵吞枣都没有把意思看出来啊，这下细看才晓得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，他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。
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求极乐世界。啊，佛法跟中国世俗很多相通，都是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。啊，善财五十三参第一个访问的，那叫先入为主，最重要的。啊，待愿比丘，我们没看出来。啊，再细看，看明白了。那么最后一头一尾，第五十三参是文殊和啊，是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啊，而第一参是文殊菩萨推荐的，啊，叫他去参访的。文殊大智啊，抉择法门呐、啊，决定选择这个法门呐、啊，啊，波州三昧也，就是念佛法门，啊，诸位先，我听说国内现在有修波州三昧，一定要知道，波州三昧是初住菩萨修的。不是我们修的啊！善财参访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，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，不是凡人啊！波州三昧一期九十天啊，九十天日夜不间断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着，九十天不是九个小时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你受不了，要修那个法门，那个法门是好，太高了，不是你修的。啊，所以有同学来问我，啊，他想波州三昧，我说我，你可以，我做不到。啊，我对你尊敬，没话说，我不敢。我说我学锅炉匠，啊，地贤老法师教他的徒弟锅炉匠，我学他，啊，他我学得到，啊，地贤老和尚教锅炉匠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天到晚就念这一句，啊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这个我可以做到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累了就休，躺到睡一下，啊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，这个做得到。这个法门的时候要介绍给往后九千年末法众生。为什么？没有压力。啊，功夫决定不间断。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休息。啊，休息的时候要是有念佛堂，念佛的时候穿着海青。休息的时候不要脱衣服。啊，躺在那睡一会儿，醒过来了赶紧去念佛。啊，这个我有把握修成，波州三昧没有把握。如果一倒下困倒了休息了，那波州三昧就破了，还不如锅炉匠来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啊，不能劣等啊，不可以好高骛远。啊，做不到的硬要去做，肯定失败。啊，那么这是十方正士到极乐世界去参学的，他们这些人个个可以做到。啊，那是法身大士，明心见性。我们不行，跟他不能比。啊，所以他们比蒙受记，得成无上
正等正觉。啊，后面会所说，闻法要受行者，闻弥陀所说法，受持奉行。啊，那么这部经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这部经古大德告诉我们。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唯一多次宣讲的经典。释迦牟尼佛不只讲一次，啊，这一些大德们是从留下来五种不同的语言译本里面看出来。如果是一次宣讲，不管什么人翻译，啊，文字大同小异。啊，但是呢，五种原译本里面有很大的出入。啊，这个在翻译上是决定不可能发现的，最大的出入原文。现在五种本子里头有两种四十八元，有两种二十四元，有一种三十六元，这个不可能犯错啊！所以这个出现者绝对不是原本上的差误啊。那么四十八元两种可能是同一个译本。二十四愿两种可能也是同一个不同的底本，啊，三十六愿又是一个底本。所以古德说，最少释迦牟尼佛讲三遍，啊，后面还有七种译本失传了。如果那七种找到，可能还有不同的、不一样的，所以证明。佛在世，这个经呢讲过三遍以上，那就很重要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没有重复讲过一遍的，只有这部经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部经能普度一切众生，什么样根性都适合。啊，也就好像治病一样，这个药是万灵药，什么病通治。啊，对你绝对没有坏处。那些药的药方啊，要对症才行，不对症没效。啊，这一副药方什么病都对症。我们遇到了，啊，尤其要感恩夏莲居老居士。要感恩黄念祖老居士，没有他这两个人，就没有今天这部经。我们读原译本，我学过康僧开的本子，啊，这是原译本的流通最广。啊，但是这个本子里头还有本子有的重要经文，这个本子里头没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对极乐世界了解还有欠缺了，还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宋朝王龙树居士第一次做汇集本。
他只看到四种。唐朝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会这一份资料他没看到。啊，这一份资料里头有莲花化身，其他本子里头没有。莲花化身太重要了。啊，那么王龙书的汇集本里头就没有啊，就缺少这份呢。啊，所以魏默生第二次汇集。啊，汇集的本子五种都看到了，取舍欠妥当，后人很多批评，印光大师批评很多，在文钞里头啊，所以夏莲居用了10年的时间汇成这个本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出处啊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这才是最善的本子。五种本里面所说的统统都在这里头啊，没有漏掉一句，重复的去掉了，深色的把它简化，但是虽是简化还都是用原来经文的文字啊，没有把它改动，终于汇集，终于圆一本，太难得了啊！念老的这个注解啊，夏老我跟他没见过面啊，念老我们就很熟了，晚年遇到啊，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在海外弘扬无量寿经，我一个人，我用夏老的本子啊，这个本子是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啊，给我的本子由他老人家的眉注，他讲过一遍，等于说是他的讲稿给我了啊，我先后讲过10遍啊，2005年。啊，不是2005年，是2011年。我把《华严经》终止了，《华严》没讲完。啊，我85岁，年岁太大了。感觉到了往生净土重要，华严不讲了，专讲黄念祖老居士大境界因为这部经过去大德们曾经说过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，那讲无量寿经就是讲中本华严经啊。黄念老的注解太好了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好像还超过啊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
来注解这部经，所以他这个注是集注啊，他都引经据典，文从哪里来的写得很清楚，记住，太难得了。学这一部注解，等于学了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的开始。这个是圆满的集大成啊，稀有难逢啊，我们上一代的人没见过，李老师也没见过啊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印出来了，李老师已经往生了，已经不在了，上一代的这些大师没见过啊，我们是第一个见到的，这是多大的福报，多稀有的福报啊！我们在这个经注释里头升起坚定的信心啊，坚固的愿心，求生净土，专修专后啊！现在什么地方请我讲经，我不讲别的，我把这个经带去，去讲下面这一段啊，也给后人做一个好样子。我学佛62年，讲经55年，最后的选择就是这部经。其他的全放下了啊，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啊。那么诸位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成就，这个方法好，稳稳当当啊，遵守四义法啊，决定不被外境动摇啊，外面境界我们有智慧去认识它啊，智慧的抉择不会有差错下面这一段，净隐所曰：自于当来得妙净土，明得净处。又会说曰：清净处即是净土也。啊，上所谓彼成如是刹之意，两书同之。啊，净严书跟会书，会书是日本净宗祖师的著作。净严书也说得非常肯定啊，自于，于是在的意思就是自己在当来得妙净土啊，得之清净处。妙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能到啊，文法要熟悉啊，听到这个法门欢喜，无量的欢喜没有任何一桩喜事能跟他相比啊，欢喜我才接受，我才真干啊，将来一定得到极乐世界，
这样得智即清净处，得生净土啊，决定生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一部注解，我常说，至少要念30遍。啊，听我讲呢，至少要听3遍，1遍不够。啊，听3遍你就懂了。如果不听，仔细看，要看30遍，你就会相信，你才会真正明了。啊，不要认为看个几遍，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，不够，一定要30遍。30遍，你就闻法要受行。这一句肯定你会做到。啊，没有30遍不行，这一句做不到。这一句做到了，下一句就得到了。啊，你决定得生净土，千万不要疏忽，千万不要空过。啊，要知道遇到真不容易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看到这一部经，看到这个初期，太不容易了，多大的福分呐！啊，我们遇到了，我们对自己要庆幸。啊，一般人遇不到的。我们遇到啊，遇到决定不能空过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圆满真的啊！我们这个心一分真正一发，阿弥陀佛就知道，跟我们就会起感应道交啊。那么障碍，障碍要放下，放下障碍就没有了啊！障碍是什么呢？对这个世界的留恋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必须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留恋。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。啊，这一次决定回老家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世界有缘再来，我到极乐世界以后再来。再来是菩萨再来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一些染污、干扰、障碍，跟我们不相干了，我们完全不受了。你到这个世界来弘法利生，没有障碍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了。